没钱娶老婆的陈炯明，当年买爱国奖券中了10000元，让他可以张罗婚事。啊，就是无钱嘛，烦恼啊，我就去买存奖券啊，啊，我叫做10000块啦，哎，我还拄好，啊，8000块互伊骗金啦，哎呀，我叫来骗金，啊，2000块，骗钱啦，嘿，买一块万三啦。油酱盖的多，火笋嘛盖多啦，哦，包金的包干是。小妈嘛盖多啦。勤俭持家，养育5名儿女成长，两人彼此尊重，互相疼惜，爱在心里口难开。